学员你好。我请教你啊，我们台湾史前啊文化博物馆哈，史前博物馆非常有特色，嗨，他们口碑很好，啊，史前博物馆我们基本上大概是以不要不要，你不要急着打，哦是，好，然后这个中国国台办是哪位来参观最近？史前博物馆。哎，打呼一下。哪位来参观？我请馆长是谁来参观的？海协会陈德明会长。啊？海协会陈德明会长。好，陈德明会长，哎，海协会。海协会。他问了什么问题啊？用麦克风了，大声一点。好，我可不可以请那个？但没关系，他问了什么问题？嘿，那你们怎么答复的？哦，他是，报告委员，他主席，他大概一两个月前哈，经由海基会的安排，那其中也有那个海旅会的人来，那我们希望就透过那个场合呢，可以让他认识台湾的史前文化，对，那陪他有参访，那后面有简单的互动简报，那参访过程他是蛮好奇的，就问了一些问题，那个我试着回忆看看哈，对，哦，他经过马年特展，因为去年还马年嘛，他就问说，那个马总统有没有来过？那我记得是说他当市长来过，但是当总统，总统忙就没有来过。然后还问什么问题？中间他也问说，这个台湾多久以前有人？有人居住？那你的答复的？那我们说27000年以前，就有。那接着他怎么问？他这方面他只是尝试，不是知识。他说，哦，有那么远。久吗？原来台湾不是都没住人吗？那我们就跟他讲，不但27000年哈，27000年旧石器时代，那新石器时代5000年以来，佐证文化，佐证文化是几年？对，20000年，佐证文化是第年20000年。然后佐证人那个化石是啊，佐证化石对，这个经过评估大概几年？20000年左右。超过20000年了，对，是。那他不是问说，那20000多年前台湾就有人，这些人哪里来的？有没有问你这个问题？有，当然有。那你怎么跟他答复？我跟他讲，站在人类学家立场，人都是迁徙的。那这个旧石器时代，我们还不确定他从哪里来，但是新石器时代的，南岛文化民族有从东南亚来的，也有从这个亚洲西南，就大陆西南来的。那他怎么回复？他怎么反应？他好像就听一听，好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吸收，他就没有特别在。但是我感觉他有收到一些信息，台湾的史前文化比他想的都还要长远，还要丰富。他不敢问说跟北京人啊、山顶洞人啊有关系，他没有问这个。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没有进一步跟他讲说，哦，不很确定的是什么，但是很确定的是什么？你应该这题发挥一下。报告委员，我们有有啊，那你怎么发挥的来？就像刚刚我们讲的，这才是重点啊。是啊，就刚刚我们讲的，台湾是27000年到20000年那个时代就有人来了，5000-6000年以来就有不同的族群来了。那个这个都早在我后面没讲了，好。就在夏朝文明的时候，台湾就很多族群运用这个用稻米啊，有陶器了，所以台湾的所谓的古文明事实上是同步发展的。实际上，这人类是在很多地方都同步文明，小型文明同步的。这个人类学是人类学是这个永远考证哈，发展不完的一门学问的。那你台湾不要被世界边缘化。你台湾在人类学这一个领域上，也要尽量的发挥自己的特色，好。所以，你既然是一个史前文化的博物馆了，当然人类学是重要的一环嘛，好，不是只有说你那些哦台湾玉啊，好，他们一就地取材，当然就是有台湾的特色啊，好，而且他那个你是你跟我解释了说那个你们镇
镇馆镇馆之宝，对，镇馆之宝，仁寿亭一绝。嘿，镇馆之宝跟世界各国不同文明的，哈、哦，这个代表物或是象征物有什么不同？你解释一下。报告委员，第一个它是台湾的丰田玉，嘿，对。第二个，在那个时代呢，我们不确定它有没有金属器，它可以切割琢磨成那样的一个工艺啊。不但是物质，它当时的台湾民众的审美啊，工艺已经非常强了。第三个更重要的，那工艺非常强，是怎么强化？工艺到今年为止哈、哦，是这个金字塔是怎么建的？哈、哦，引起不同专家的不同看法的讨论。那你也可以把这一个你的镇馆之宝，那个台湾玉当时是用什么刻的？怎么刻成这样子的？是，哦，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题目啊，来发扬光大。是，谢谢委员，刚、啊、好也让世界专家来这个研究啊。是，那台湾专家怎么讲？那到目前为止，哦，哪些专家说他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报告委员，刚好我去年底就请我们的研究人员要做实验研究，世界各大的博物馆都针对他们的藏品啊，做实验性的研究。我到这个馆的时候，听他们讲说，目前只是推测，可能是用竹子沾石英砂，因为石英的硬度比台湾玉还强，他就慢慢的琢磨，啊，后来我听了两三年以后，我说你们怎么还在讲？你们要做实验研究，所以我目前有这样的规划。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经费来做了。那这里特别要补充一点，文化部对台湾史前馆的文化代表意义也非常的重视。我记得部长有一次在就是博物馆世界博物馆年会特别提到台湾，有没有考古专家是相关的这个？哦，科系啊，有针对刚才提到这个题目做研究报告的有没有？还没有做如何做出来的报告，但是我刚好请他们规划，他们正在规划当中，我希望他们今年就开始可以着手进行。现在台湾的教育哦，过去就是所谓抄袭，好、哦，那抄袭的结果，抄袭温故知新啊，有所成就的，好、哦，就变成帮西洋，好、哦、科技啦、啊。文史啊，各方面去发扬光大，哦，但是对自己的东西如何把它发扬光大，变成以我们为中心为本位，让世界来看到我们，哦，这一方面呢、啊，各方面都没有努力，努力都不过，所以你那边就从那一点开始啊。是，谢谢委员，我们、哦、就从那一点开始啊。既然是你的宝，那你就把它宝发扬光大。哎，总比那个故宫的这个翠玉白菜，翠玉白菜的工艺，翠玉白菜当然，现在如果找到刚好那一种材料，现在要弄出哦翠玉白菜并不困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即使有丰田玉啊，要弄出你那个镇馆之宝就没有那么容易啊，不是吗？是，用镭射，当时有镭射吗？没有，包括我也没有。那用钻石。钻石硬度比它硬吗？不，应该比它硬。钻石是九度，但是台湾没有钻石。那个时候没有钻石，那个时候考古作为工具的科技吧？对，也没有这种历史的证据，找不出这样的关联吧？对。但是最近有一个辩论呐、啊啊，既然因为台湾玉曾经在菲律宾、越南南部、泰国南部发现、啊，部长也好，各位哈、哦、同事也好，哦，现在全球化，哈、哦，走两端，一个是大。但是大呢，如果不够快，没有用。要很快的时间，哦，这个渗透、普及、扩散、占有市场，然后它的生命周期很短，那种是很精、很细，哎，唯一，哦，你搞不出来。那我一生可能就搞这一件，但是呢，可能好几代吃不完。好、哦，文化财就是要这样。一般的这个用品，可能就是前面那一种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软实力，软实力草率粗糙，哦，随便，哦，没有中心思想，没有本位价值，哦，没有独到的功夫，软实力变成软趴趴的弱实力。重点啊，那一般人有些
在这方很努力的，但是现在过的日子很苦哎。有些创作者，他知道这个要领，他也很坚持他的这个理念跟价值原则，但他过得很辛苦。但国家有这个力量，不去支持这种人，哦，有这种题目，哎，不针对这个题目呢加以运用。好，以上仅供参考。好，谢谢。对不对？台湾文化做的，好做的，还有 long way to go， 而且台湾文化的市场，好，几乎还没开花过，对，对不对？几乎还没开花过，那么简单，好，四百多年来都是外来殖民，好，文化侵略，对不对？本土破坏，现在民主化以后，自主性提高，多元文化，对不对？才要刚开萌，刚开始萌芽。结果你没有抓到重点，没有中心思想，没有深远目标，哦，我们要这些时间、金钱啊，白浪费啊，哦，集中嘛，看显锤头，对，啊，好，好了，主持人站起来，听我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徐委员，好，谢谢部长，我们这个会期可能会安排会去台东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，到时再请徐委员一起，哦，一起来共同参加，谢谢，好，接着我们请。